那天天风吹日晒的丈夫，我看着好心疼啊。臭小子，啥时候嘴也会变甜的嘞？我好想带你去吃蛋挞，可惜没钱了。你小子坏得很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你弄竹子干嘛？姥姥做个蛋挞盒。不是啦，这也可以啊。就你话多，看着就是了。小外子，去给我拿一块黄油来。好。姥姥，你这做的饺子皮吧？这是蛋挞皮，什么话到你嘴里就不好听了。姥姥，这要烤多久啊？十几分钟啊，快去叫姐姐，烤好了都是你们的。哇塞，姥姥，